为第一面人员请注意，这样太危险，因为天兵号破天荒挑战开飞机啦。不仅如此，一出场就昏头转向的浩翔牌风火轮竟把对手狠狠击倒在地，如此失控的行径会不会让浩翔与高额奖金擦身而过呢？让你笑到不要不要的综艺新时代马上登场。跟后面这个飞机是有关系的。哎呦，玛丽兄弟啊，玛丽兄弟穿连身在讲什么啦？翻译很像那个广告那个拿一根钓竿那个茶。不要乱猜哪里，玩了好久了。对啊，我们扮演的就是莱特，有没有？莱特是发明飞机的嘛？哦，最早发明飞机。对，一般都是讲莱特兄弟嘛。对啊。哎。厉害，这门办的不完整，逊，这样可以当主持人。如果我们很专业，这一题可以不要领通告费吗？我可以，我不相信。还真的吗？如果我们办的很专业，这一题不要领通告费，你跟他讲。如果你这样，很像的话，我通告费呢就是就是晚一点拿。我不信啦，各位观众，要玩来一个兄弟，来一个兄弟，你要加有没有？真的没有。Oh my god。莱特兄弟，钟哥，这边没什么看头，哪边呢？我看，我看一下莱特兄弟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！他的兄弟在发光哎，兄弟很凶，很凶，很凶哎，凶的兄弟哦，可以捍卫兄弟情的就他了。哇哇，你们第二颗扣子还不扣，你看，你不要戴墨镜，拿下，墨镜拿下，胡子拿下，胡子拿下，我们再动一下气氛。最撼动兄弟情谊的耶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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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哎，好哎，太开心了，好开心哦，真的，养眼养眼，真的是，钟哥都盯紧那个兄弟哦，对，然后养字真的要盯紧了，兄弟情谊啊，关主来讲一下，好，关主，我们今天来到，这个地方就是青航界的休闲运动学校，耶，那你们知道青航界以前呢都是作为战争用途，那我们特别用休闲运动的方式把它做出来。你好专业哦！对啊，你好像哦，好奇怪，是专业关主，站到这个位置就会开始想要拿，他永远都当关主，对啊，对吗？好危险的，永远关主的命，对啊。再找来的也不会比你专业，真的吗？不可能，单位不会找来比你专业，也是有这个可能性。应该是跟我们要一起来对抗一下了，然后要对抗，对的。那我今天是怎么样分队的？我跟你讲啊，今天就很简单嘛，就我们兄弟一队嘛，我们就兄弟一队了。对的，我们兄弟就一队啊，我们莱特，莱特兄弟，莱特兄弟，好了，欢迎真正的关主啊，哎 ，Maria， 上个下了，你当我亲，还跑，谢谢 Maria 先生，谢谢 Maria 先生，没有，哎，我也是有准备的。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要你要跳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戴安全帽，安全帽戴安全帽，你要完整的装扮，看起来比较好看，比较安全的，不会不会没关系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哦这样，哦哎睡哦就睡了。那我先喂，你不戴安全帽，我们还以为你是少女白旗。难得可以露脸，给我露个脸。我们今天一样呢，要进行就是猜最后的大挑战。对，啊关主到底我们今天第一关要干嘛，我就不知道。猜挑战规则。每关都有线索提示，分组 PK 获胜方可猜最终挑战是什么。全部关卡结束后公布正解，猜对次数越多，累积奖金越高。既然我来了，
你们又从飞机上下来，那第一关就跟飞机有关。这个你出生大概一岁以前你就会了，一岁以前就会。我们第一关要挑战的就是跟飞机赛跑。飞机的速度是已经赢过什么高铁，赢过什么的最快的，最快的一个交通工具。我们连火车都跑不赢，你叫我们跟飞机？做人就是要有目标嘛。我们连垃圾车有时候要丢垃圾都追不到，叫我们跑飞机。这样子你要怎么跑不到外力？来了，所以第一关跟飞机赛跑。我跟你讲，让你们给你们一个优惠啊！我们现在一队派两个啊，两个跑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关卡，我怕你们没有体力。知道。那你们可以用接力的。好，可以，飞机赛跑 ，Let's go， 来。浩翔队第一棒阿翔，第二棒君君，啦啦队耗子，中平队第一棒小钟，第二棒黄侯平，啦啦队 Yuna。哦，两组人马要一起跟飞机 PK 哦，嘿。第一棒是钟哥嘛，对，然后第二棒豪平，对，浩翔队第一棒是阿翔，第二棒是君君哦。开始！哇，阿翔冲很快，阿翔冲很快，阿翔冲很快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有机会。陈炳立，哎，跑超快的哎！你跑得很好哎，超好的，不错，有机会哎！谢谢，到最后差一点，差一点呢，差点赢了。所以前面一次要稍微拉一下哈。稍微有一个动作我不太懂，因为我要跑的时候他推了我一把，他是从上面往下推，我差点一个踉跄。我差点被推完的，因为我骑了，我看了接力。不是，你会不会接力啊？不是，我想给他一个助力，因为我觉得跟他差蛮远的，然后就给他推。教练，队友。这没有人跑得过吗？哎，关主没有人，对啊，没有人跑得过。关主好可惜哦，你们差一点赢呢。阿里这样有什么意义？1.8厘米，大家都没有。这不给嘛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对啊，我帮你们找了一个枪手啦。记得你们前几集有跟那个火车赛跑，对，有人跑得赢火车哎。于思达，对，我们来欢迎于思达。哇，你超马是你的时候。嘿，不用每一个人出来都唱这一首歌，进来都要这样吗？依然最速男，哇！哦，刚测飞机12.87秒，你100公尺跑多少？我以前全身自己大概11秒左右。没当过，哎，有了，嘿，有了。所以关主，他如果赢的话，我们两队都可以打的，一战是选一队可以参。没有，如果他赢，两队都可以参。好啊，按摩一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对手快下来了，我们撤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于思达就定位了，加油！哎呦，我来了，来了！开始了，超快的！哇，现在才推，这样来得及吗？快来，奖金16888，耶！但是拿到这个之前，我们还是要猜一下。猜的。恭喜宜兰最速男再度完成 Mission Impossible， 征服飞机啦！这关的提示非常明显，就是空中。我说你们别浪费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，因为最终谜底就是空中瑜伽这么简单的答案啊！好，我们两边的答案都已经写好了，关主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公开吧。好，1、2、3。哎，没有错，脚底按摩。你们什么？养鸡场。养鸡场要干嘛？第一个，这里是鸡场嘛。对。他会找谐音，因为我看过你们节目。而且又跟飞机有关。跟飞机有关。去养鸡场干嘛？对啊。就是把一个动作体验啊。体验去养鸡啊。好，我们为什么写脚底按摩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戴墨镜啊。飞机。
制作单位特别提醒他们今天来要戴墨镜。开场的时候你们六个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按摩都没有在。但是你下去脚底按摩的，其实戴墨镜的很少。哎，你讲到重点。哎，对对，是盲人，盲人，盲人的好不好？有有有，盲人的。盲人。刚刚你们还在跑，有没有？脚在用力跑什么？跑脚，脚跑，脚，然后再加墨镜，不要被影响。我们坚持养鸡场。好，那因为我们这是新的一个主轴，所以不公布嘛。对，不公布。不公布对错。嗯。好，那第一个关卡我们都已经答出答案来了，不公布。那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一个关卡。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关卡，挑战是什么呢？第二关奖金来到了688，688，少一个一嘛。对，你们有机会呢，可以，如果你们答案没变的话，可能前两关加起来累积累积，两万多块就是这3776了呢。像那个刚刚我们开的那个轻航机啊，以前是战斗用，后来变得比较亲民，做运动用。是，全台湾哦，这三个地方有，花莲、屏东，还有这里台中，算是离台北最近的，大家都可以来体验。所以这一关呢，就是两队各派出一个人。上去开飞机，开飞机，对，可是我们没有驾照啊。对啊，没有。我就跟你说，这个是，这个已经算是运动型，算一种户外的运动了。户外极限运动，这运动其实是可以开的啊。我之前去纽约就有开过啊。不会危险哦，因为旁边会有专业的教练在帮你指导。待会呢，教练会评分，看你们两队哪一队开的比较好。有胜算，有胜算。可是你们有经验，这样不公平啊。对，所以我们派君君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们呢？我们派钟哥啊。钟哥，钟哥队长，你要看队长哎，拜托。钟哥怎么样？其实都没有在怕什么东西，是吗？唯一的弱点我就有巨高。高，我怕高，你是哪里来的问题啊？这次上去有没有？我们刚刚那个脚底按摩得的16888，给你，都给你，这两个都给你。钟哥跟他拼了，尤娜，上，跟他拼，两个女的，我跟你讲，尤娜，跟他拼一下。我有喜欢在下面。啊啊！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不敢上去，你也不敢了。他不要上去，我本来要派他的哦，但是他不敢嘛，所以我们就不派他了，我们就派耗子。耗子，尤娜，加油！谁先飞？谁先飞？猜拳啊，猜拳啊，凶的，输的先，输的先飞。决斗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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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决斗不。二三八回了。OK， 第二个关卡，开飞机，耗子先飞。上飞机之前，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飞行官哈，啊，机长。长官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飞行教官许绍伟，资历20年，飞行时数2400小时，曾任空军飞官、作战官。教官以前是飞什么飞机？我以前飞战斗机，飞 IDF。战斗机耶？这个吗？对，大概就是这个。哇塞！飞过才可以有这个臂章。对，而且要有放单飞才可以。什么单飞？单飞，放单飞，自己一个人飞 IDF。哦，没有 ，Oh my god， 旁边没有教官在教你。对，是的。啊，是有作战过吗？对，遭遇到敌机过。哎呦，哪里来的敌机？哪里？对，那是之前在清泉岗基地，那起飞之后呢？我本来那一批是训练啊，然后后来战管那边直接通知我们说停止任务，他就开始报敌机的这个位置，高度。哇塞！真的要打仗哎！这个战斗机当然是有飞弹的嘛。对，有飞弹。Oh my god， 好紧张！你 hold 住那个飞弹吗？你是可以发射的吗？其实那是我第一次，他叫我把武器电门打开。哇！打开武器电门，打开。要在哪里打开，教练？在哪里？我整个屁股是凉的，这样子。哎呦，要作战。发生过。好。对，那就是叫武器电门打开。那。打开的话就是把这个电源给接通了，这个时候只要是按钮一按下去，飞弹就发射。哇！他叫你打开的时候，他要通知总统吗？要，一定要。他说你现在可以打开，是怎样对峙？这样吗？本来是对头嘛，然后后来他发现我们的话，他们就转向，那我也跟他转向，就做一个平行飞行。哦，会惊会惊！哇塞，那个时候心里在想什么？对，我那时候想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还没做。那待会上去会有这种情况会发生吗？我们要上去之前，你不要乱讲话。不是啦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我只是说会不会遇到敌机，他只要讲不会就好啦。飞那么低怎么有敌机耶？那我们在飞的时候会经过那个养鸡场吗？那飞的时候会经过？哦，那你们答案危险哦。那难道会经过脚底按摩场？会害怕。我们没有执照可以吗？不行。所以旁边要有一个有执照的教练才行，有要有教练才行。那我们待会有两位算是完全算菜鸟了，你大概可以稍微讲一下上面注意的事项，好不好？两位来听一下，好，来。
飞上去的话，主要左边这边的话是飞行的仪表，跟飞行有关系的仪表都会在左边。是，左边。右边那是发动机的仪表，就是引擎的仪表。这是驾驶杆。我们在空中的话，所有的动作全部都靠这个。对，那爬升的话是驾驶杆往后拉。下降往前推。是。左转。右转。对，就这么简单，比开车还简单。正式要起飞了，螺旋桨打起来了，哎，好好飞啊！太危险，气象官，拜拜。哦，起飞了！啊，起来起来！这个塔台那边有个监控室，可以看到里面的画面。真的吗？我们去看耗子在飞的画面。好，来来，直播直播。他会回来，你要手要松开。有有有，把手要松开。啊，回报一下高度，回报高度。看不懂。六百六，好，可以可以，高度够了，可以跳了，可以跳了。哎，弹射弹射，你看他这个有他们飞，现在在地图在哪个地方？他们的位置。好，可以请教官，可以请教官来一点。特别的飞法可以吗？莱特兄弟来点特别的讯号啊！怎么今天不舒服了？今天不舒服。不要开玩笑了，我们需要一点画面，要画面。哦，他下来又上去哎。对啊，如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机长不敢降落，有没有？哎，耗子耗子，刚刚教练往下飞，然后突然又拉起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膀胱很痒。如果是膀胱很痒的话，很有可能是养鸡场哦。哎，真的很痒。养鸡场，养鸡场，养鸡场，养鸡场。OK， 来，准备，你看现在说有可能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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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哦！哇，再侧飞，哦，它有点绕八绕八哦。它刚就在我们的上空做了一点小八的一个绕形，有没有？对，八字形。绕八字形是教练开的还是耗子你开的？那你应该学会了，现在换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爽哦！哎，你真的，我刚看教练手都放开，你在那边遥控哎，哎，弄丢，一点都不帅。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。飞上去的时候，教练把它交给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我真的是跟天空击掌，真的有一种击掌感。那我现在是站不稳嘛？脚软了，有点晕。刚刚绕了一下，有点湿湿，还是稍微软脚，还是真的会晕的哦。你有看到吗？有教练探地拔葱吗？有。拔起的时候，我下去又再起来。对，我们跟天空垂直哎，这样子。没有垂直，没有那么夸张，没有。大概只有20度哎。对对，一点点而已。真的就一点点了。感觉是这样子。没有，那战斗机才会有。挺挺的。教练讲一下，教练，你真的太棒了，你好棒哦！他适合当这个空军吗？非常适合，非常适合。哦，他太好了，就是最后有
这个教练判断谁会开的比较好嘛，对，对不对？比较好的人才能答题嘛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哎，刚好还不错吧？还不错，还可以，还不错，不错，等等，机会来，那现在换你们那一队喽。好了，来一个就位，加油！好，他说他放手了，对不对？放手，他现在开，真的在开，我不玩。对。Yuna Yuna， 等一下降落交给你，交给你降落。这一次总算有，终于总算回应了。哦，有在尖叫，他在尖叫。那应该在秀了，对不对？在秀了，我们看不到啊。尖叫！我们看不到。哇，两天了，我记得。漂亮了吧？对啊，好漂亮哦。哇，这真的是在。这个中东谷前面才看得到，比翼双飞啊！后面要放那个彩色的烟雾啊！哇，好低哦！我拉起来！哇哇！好棒棒！怎么这么夸张啊？发出哦！要把它关掉啦！哇，怎么叫成这样啊？还有还有还有，关掉了。教练，3.8G 推了，往上拉。3.8G， 哇，哇，这个很歪耶。这个很歪。这个真的很歪耶。他第一关就弄到烧香。恭喜 Yuna， 你过关了耶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是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果然哦，好开心啊！哎，你的叫声说真的很难听，真的。对的啦，教练教给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怎么样？感觉就是我觉得很紧张，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开的时候真的是要用，就是要赶，然后跟手要稳。哎，教练，你也太开心了吧！从刚刚就笑到现在，很少有猜到。你在我比较开心，还是在 Yuna 比较开心？凭良心哦，要凭良心吗？对啊对啊，Yuna。哎，那我对了，这样就机会。等一下，我觉得难度比较高。其实我评论的话，就是以平飞跟转弯来做评论。那平飞的话，其实两位的话都飞得差不多，我就看转弯。转弯就真的要有技术。是。那耗子的话会稍微掉一点点的高度。哦。对，可是Yuna的话，它就是紫林。它是随时速率就是你稳的，没有高哦，它哦，哇塞，对，所以说它是零嘛，对，我拿的算零分就对了，不是啦，我是在水平上，对，就是水平，好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位置给占回来，来来，你刚才就过去，过去，来来来，过去，在这个飞，哪一个飞的比较好，你就把它手它举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对对。其实我的话是非常公正公开的，是吗？好不好？我才不相信。对，公平。好，那最后的结果，优胜的是Yuna。怎么可能啊？不公平！不公平嘛！你看看小钟哥这个脸。他答得出来吗？哎呦，他还不会说，我没有 key 哦，不是没 key 哦。你刚刚讲什么？把它比，还是嘴把它比，要说要讲把它。可以让你的瓜哥给你套，就可以这样子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有线哥可以套哦。没有有，哥有说要给你套啊。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。这一关的提示可不只有空中。制作单位还暗藏了小小心机，在大家的飞行装上都贴了一面不同国家的国旗，而 Yuna 的印度国旗就是提示。被关主称为碎巴拉饼的小钟会发现这跟空中瑜伽的关联吗？来，五、四、
觉得是手擀面之类的，手擀就手擀的面摊或者是那个山东面馆，我们去体验做面啊，对，因为我们该有接棒嘛，对，接力棒要什么？手。手之外还有杆子，那个杆子是不是很像那个弄面团的东西？哦，赶紧给我们丢啊啦！完蛋了啦！想出来了，闪总一，大声讲你们的答案。是手擀面。好的，好。OK， 这个关卡呢，小中队呢，他们答出了手擀面。那我们在这边要非常谢谢徐教练，专业的教练，好开心。刚刚有一个人就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定住，扣吧。那个谁，那个谁，哦，那个漂亮，那是谁？一二三，混混混！哎呦 ，Oh my God！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动作，这是有专业名词吗？就叫扣吧。你看到位吗？一定的吧。一二三，扣吧。哦。那我就用扣把来接力，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扣把，好，一个接一个。你看到前面的。第二个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。厉害！制作单位叫我们来是叫我们来跳这个，来练这个。来，当然不是啊，关主出来啦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又出现了？因为穿的太素了，因为太素了。对，没有，他跟他们一样。他们穿的太华丽。他跟他们一样，你这样重新换一下，也变成这样子。对啊。哦。对，我穿成这样，你们会吓到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这次我们就是要来体验这个体操表演。我们没办法，他练两年、三年，在那后拔，我们的筋都那么硬，讲什么啦？我们筋都那么硬了，硬可以啊，还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初学者的阶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待会老师们会在短时间里面教你们几个基本动作，然后我们这一关会有两次的打底机会，两次啊，对，所以第一次呢，老师教基本动作，你们就出来照跟着老师做，好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老师会评分 ，OK， 然后第二次呢，我们就来一个正式的表演。就有一个是彩带，一个是球，我们一队选一个来做完整。真的有正式表演了。我们先请老师上来教一些动作，然后大家体验看看。好，好了，来位老师，来位，来位，学姐吗？对。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成见？你看学姐她衣服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你可以不一样？因为我是个人。他个人组的嘛，你不会不合群呐？对呀，不是不懂啊，那边问你去站旁边呐。喂。在旁边，不要经过我们班子，不要经过我们班子。好了，请小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第一个动作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是劈腿。劈腿啊？他会吗？你会啊？我多会啊！我十八岁就开始劈腿。哎呦，好漂亮！哎呦，你看看他，不是那一种啦。来来来，那你示范一下，为什么要拿两张椅子呢？是这样上去啊？干嘛干嘛？两个马，别冲上啊！哎，你脚还翘那么高，凹了凹型了耶！劈腿是180度，他是超过，他是200度哎，200度，他凹了一个 V 耶！对呀，好好好，我们就这样嘛。好，开玩笑，折断吧，不行啊，可以吗？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，不要勉强。你要哎，不要，不行啊，哎，大家，哎，霸凌哟。哎，你受不了，你要讲啊！会痛吗？会痛吗？哪里不会不舒服？不会痛。他表情这样不会不舒服？很舒服吗？这样可以。他还很舒服哎，好像那……你们怎么那么……做一样在那边偷看啊？你很舒服，要换我做了哦。可以换吗？可以换。他讲看看，来浩子做看看。不要吧，男生。哎呀，你真的很哇！你有做吗？有做吗？哎，不行要喊哦，不行讲，不行就讲啊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装，不要逞强。我脚要抬起来了，你的极限不要，不行啊！我脚要抬起来了，不行啊！抬到了，哇！太恐怖了，自己都会害怕。哎，好厉害哦！我们要做这个，有没有办法？这个没有办法立刻做吧？
这没有，不是，这没有办法立刻站起来。好，来来，要有办法起来吗？你叫我，你叫我们弄这个，好假！今天制作单位太狠了吧？我们哪有办法？这个有没有人愿意尝试？这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女生有没有办法？女生，女生，尤娜来，尤娜可以。尤娜以前是舞蹈系的，先不用上去，直接这样劈给大家看。真的有办法？一二，垮掉了，没有垮掉了，尤娜呢？哦，哎，就搞呀！哎。就搞呀！来来来来来，卖书卖书，来君君来来，你有哎，你有跳舞没有？三，不夸了，不夸了吧？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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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上来了啦！跟刚刚那个一样，上面做一个 ，Oh my god！ 屈膝做一个人，来，豪平，豪平，好来上，坐坐坐，豪平，有需要小心，豪平慢慢坐，慢慢放，不想要说，不想要说，你没有坐啊？来，脚可以放下哈，稳呢。啊！真的，所以是做得到的。你脚要不要放开？放开。脚放开，他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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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！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哦，来，好强哦！哎，你这个老妹好强哦！老妹，我才24岁。哦，厉害哎！还可以搏头刀，对，搏头刀，不要勉强哦，我可以，哎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，你君君没有在客气的啦，对对对，来来，耗子哥，请问我们最瘦的都是哪位？我这个掉下去，我们就赢了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来，一二，请，哎哎哎，快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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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样好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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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样好比好比。不行哦，不行哦，你脚不行，脚不能放，不行吗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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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，好，赢了，我们也很漂亮的啦，对，我们赢了，哎，我们先进第一关，我们这个是体验，啊，这没有在输赢的，没有输赢，体验，体验，没有输赢，没有输赢，我们做平民干嘛？后面有比赛，第二个体验，凹脚，凹脚。哎，你会不会自己把自己打结了？打不开。哎，你可以参加那个太阳马戏团。对。哦。他走交叉的，我可以。可以走了。好恐怖！哎，恐怖！这个恐怖片可以找他演呢。对啊。这个有办法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单手都不行，太难了。怎么看有点心酸？好了，给他钱，给他钱。你有在模仿什么吗？你有没有在模仿什么？小东哥，你可以。好，抓到一只脚，一只脚，一点好，一点好。我没办法，哦，抽筋。我脚也抽筋。刚发我腰也抽筋。还有吗？可以了吧？调情。调情。要调怎么样？要怎么调？大法师，大法师，东哥，你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来说，真的，他们双一人，哎，这样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不要反，手要翻过这样，不是，你躺着，躺着，然后这样，你这很像要做，啊，起来，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整个够，你这要起来，好可怜，好可怜哦，这样，这样可以，对啊，你可以，还是帮你看。用头顶，头顶地啦，头顶地。头往后顶，头往后顶。你到底哪一个可以？没有一个行的，一定可以。专程问你们两个设计。我有，没有，不要来找你们 PK 的。是吗？什么东西？小天鹅。PK 这个。小天鹅。小天鹅干嘛？然后呢？这个有什么好？这我们没有办法。没有，因为这个小天鹅有一招叫小天鹅风火轮嘛，不会痛吗？Oh my god！ 啊，这脸着地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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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会这招，我们说都不用骑 U bike， 对，脸坏掉了吧？你鼻子不会痛吗？都不会，不会啊！因为平常上学都是这样骑这个脚踏车上学的。他就是要跟我们挑战这个。对，因为你们的风火轮很有名啊。然后就可以滚了。不只要我们两个欺负他一个啦，对啊，他这样子会比较吃亏哦。没关系啊，让你们欺负一下看看。那你们想要看浩翔风火轮是吗？哎呦，有人找我们风火轮大 PK 哦！好，来来来，准备好了，来，无敌无敌无敌风火轮 ，Go！哇，好晕啊！好晕啊！你们回得来吗？回得来。哦，你好累哦。我们两个
个也不错哎，很厉害哎，很厉害。我真的后来已经晕了，没办法，我最后一次把耗子往外丢，就是看他能不能赢掉。那我还撞到他，那我怎么撞到你？我要想一个比较公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刚比完这个还不能猜题啊？我们到底在干嘛？你们如果赢了，就直接你们这一组获胜。我相信那一组一定没有意见。对啊。可是刚好你们输了，所以我们还是想一个公平公正的比赛，不然就比前滚翻好了。前滚，对，前滚翻。可以啦，刚刚往后，现在往前啦，平衡，平衡回来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比前滚翻，看谁先到达终点，这样的话。有派，我们派阿翔啊。那我们是豪平好了，豪平今天还没有，你还没有表现。刚刚好像最没贡献的是你。吓到！没有刚刚吗？没有，一整天下来。哦，好，好，我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一个前滚翻大 PK。豪平加油！加油！整个豪平可以啊。练的一些体操。哦，我已经帮我录完，已经想吐了。豪平 PK 阿翔，翻滚吧，男孩 ，Go！ 开始。我没事，只我讲一下。我讲一下就好了。我很怕晕的，我很怕晕。哎，一开始两个势均力敌哦，一样快，但是后来阿翔赢在哪里？怎么样？他要往前蹬。对啊。哦，对。对啊，他的距离差。这个是经验的差别。对。对，真的游戏王哎，这个鱼跃龙门不是翻假的，算派错人了啦。再给你重派一次，派谁？派钟哥。派钟哥来。不用，耗子就赢钟哥了。那我跟你玩那个大法师走。好，大法师有办法。好，刚刚这个关卡算是阿翔对浩翔队这边是获胜，对。但是我们给小钟哥这边也有一次凹的机会，对。只要 Yuna 可以用这个游戏获胜，你们也可以写答案。好，好不好？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游戏，大法师向前走，越快先走到红线的那一个队伍就获胜。可以答题的机会太强了，快快起来！有人这么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美啊！这么强？不可能！有这么强？好了，神经病啊！好的，好的，神经病，请准备，预备，开始！给你们一个大方向好了，第一个那个我们玩飞机的地方嘛，对对，然后那个是场地，那这个场地东山高中呢，我们是动作，那你们自己做一个结合。关主可真好心，竟然跟两队讲了大方向。这一关的提示就是空中瑜伽里很重要的一个动作，那就是柔软。我说这提示也够多了，你们再不好好猜，这奖金都要飞喽。大概经过了80分钟讨论，我们现在双方都有答案。答案越想越奇怪，对对对，都没什么信心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搬出来看看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这边写的是9000的。反正我们去那个地方。民俗记忆啦，民俗记忆啊！哎，9000打5有可能，因为这是团体，大家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们有他刚才说场地嘛，在天空中嘛，然后打鼓那个，但这里又更，他刚有那个鼓棒啊，棍棒啊，而且他有民俗记忆，有些特技的动作。不要针对错误的答案琢磨那么久，看看我们的可以吗？我们的是放风筝，放风吹啦，放风吹，哪里筝？就放风筝啊！刚刚说不要琢磨在那个地上，啊，场地有时候是天空，飞机是飞在天空的，对，跟放风吹有什么关系？你放风筝也在天空啊？放风筝，风筝在天空啊？那我跟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放风筝的时候有那个线啊？线不用滚吗？你没有在滚吗？就在翻滚哦，有没有？放的时候一开始要怎样？跑啊，要跑赢风筝。上去啊！对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厉害了吧？漂亮！是啊，他们刚刚说那个什么脚底按摩，我们也说，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哎，你们的答案其实都不错。对，我觉得还不错的答案。他这样子想看自己，其实是他们不错，是你们太天马行空。好，那来到了第三个关卡，奖金是2888的时候呢，双方答出了九天打鼓以及棒红吹，就是
那不晓得对啊错，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还有下一关吗？还是要直接进挑战？下一关，哎，八的八，下一关的八八，还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还在这里，还要再玩，在这儿，还来，还是下一关？我们下一关已经来到八八八。刚刚经由我这个精辟的提示以后，哎，你们把场地都猜得很准，可是自己在那个场地做什么呢？还是有一点落差，所以我决定再让他对这个韵律挑战有更深的理解，不一定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呢再邀请这个老师来，这小老师出来一下。好，小老师你好。这一关呢，主要的道具一个是球，一个是彩带。对。那待会你们两边呢，一人选一个，看你们要选彩带还是球，然后去练习，最后来一个完整的表演，让老师评分。那现在就来为我们示范一下彩带跟球的。来示范一个球最难的动作，跟彩带最难的动作，让你们参考一下，好，才知道怎样选。好，我们来看老师的示范，来。一个前股翻，夹住。哦，哎，这个我们蛮简单的啊。可以啦，只要不晕就 OK 了。对啊，你万一翻超前或怎么样？哦，这不行啊。对啊，你要一杆。接下来是彩带的，就对了。彩带，彩带。哎呦，彩带没弄好会打斜的。哦哦哦。啊，就这样。哦。过线，你看很难吧？再跑回来。就这样子，就这样。这个比较简单。你要过划线了嘛？你要刚好过哎。哦，可以，就这两个动作要学会，它会有一个完整的表演，还有完整表演，那这个是最难的，那我们可以请老师秀一下你想要的完整的表演。是咩啦练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自己 freestyle， 但是中间一定要有他指定的那一段。他连最后收都收得很漂亮。对，接下来你们彩带，彩带 ，OK， 好，那你们就走。好，也只能这样办，怎么办呢？一队负责30秒嘛。一队30秒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好，来哦，加油，靠你们了，去练习吧。哇，好。真的不简单，对，因为我们时间只有10分钟，我们所能练习的真的很有限，还要编排。但是我们会用生命把它演出来。是啊，好会讲啊。我们有参考那个杨怀民的《云门舞集》。杨怀民是老演员。刚刚的表演的话，球好像是先嘛，球完之后就会接彩带嘛。先看看你们的表现怎么样，再决定调整我们的那个难度。不用调整的啦。好，来，那浩翔队就位喽。成这样，层次，老师规定的动作我们完成哦。哎呦，双脚夹住哦。OK 啊，翻破，指定动作有做到，这是应该的。对对，应该的是。但是缺乏创，我是怕赢太多了，直接放弃了。怕赢太多了，直接放弃了。你以为我没练吗？你看一下好不好，各位观众，看一下。准备好了？好。OK， 那我们小中队请就位喽。来，好，小中队的运。跳，请开始。还要先那个启动一下。走。哎呦！哎呦！在干嘛？哎呦！哎哎，因为真的很漂亮哎。动感哦。
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天哪，会耶！啊，再打结啊，再打结啊，打结啊，打！哎，别骂打结，哎，别骂打，啊，认真打结还是很认真。哦哦哦哦！重点动作，重点动作。他们拍的重点动作有刚刚有做到吗？好，来来来来哎，你们这一队完全靠你撑。小时候有练过，我可以访问你就好吗？小时候练过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个脖子重伤的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包扎的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小时候练过对。跳舞的也要有练过这个啊，有民族彩带啦，有嘛，民族舞蹈，对，民族舞蹈。但重点是我们前面的动作做的一模一样，后面这是我们自己的桥段，这是创意，我们这是像那个蚕宝宝一样，对，我们是破茧重生，破茧重生，我们先把自己束缚起来，然后我们拱中间的蝴蝶，众星拱月，你算明显，对，二四六七，刚好七位评审，紧张，一人就是投一队了，哇。待会请给分的时候，你认为浩翔队赢的球赢的你就举手，认为小中队彩带是赢的你们就不要举手。他的浩翔队胜出的请举手。过半，过半，二三四五，过半了，掌声鼓励鼓励鼓励，五比二，五比二，对，五比二，好棒好棒好棒，笔记本来喽来喽来喽，来浩翔。那你们就没得凹了，好不好？这一趟没得凹了，因为你们也不会有 idea。我们也需要提示吗？还是？谢谢谢谢关注。好，我刚刚那个第一个，我们说场地很重要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那再来就是动作。那这一关呢，球跟彩带其实就是一个器物，就你做那件事情会有，但是我直接跟你说，有球，球没有，有彩带。懂了啦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已经答案已经出来了。球没有，但有彩带，没错吧？在空中做什么？啊，是有彩带的。对啊，没错吧？哦，很明显的吧？来来来，那他们很饿完，那他们来写，他们也会。对啊，好，各位，我们就答案呼之欲出了啦。对啦，也不需要下一个关卡了。哎，真的就到这边结束 ，OK 的。真的，我们的答案还是放风吹。在空中做什么是有彩带的？就是放风吹。就放风吹了。好，我觉得有点可能，因为风筝后面都风筝后面有这个东西。好像是，对，就是了，好像是。那我跟你讲，太阳快下山，我们趁外面还有一点，赶快去放风吹，把握时间，赶快放风吹，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好，来来放风吹，来。好，我来换了一个场地哈。哎，我要想一下 ，volleyball 排球场，哇，专业。跟我们的放风吹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？跟我们九天比较有关系，打击啊。对啊，打击，打击，九天打鼓棒。不要瞎猜啦。叫关主好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关主，关主，音乐，一来一来一来，小文成，小文成，哇，我有个孩子家做家了，哎呦，一来一来一来，印度 Michael 啊，谢谢关主，音乐停了，你再跳下去，我的拳头也硬了，一来一来一来。在干嘛？哎，你们一直打，打到现在最后一关才打。没关系啊，我刚刚两千多的。对啊。那这一关呢？我们要挑战的就是来看一下后面这排美女。有。我在的中山高中的女排校队。不是队长，队长来，队长来位。来来，这边请队长来。队长，只要中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队长怎么称呼啊？温以晴。温以晴。好，那你们这个排球队有拿过什么好成绩？高中甲级排球联赛101、102、105、106的全国冠军。哦，甲级排球联赛冠军呢，世界。有机会可以跟冠军队我们切磋哈，这个机会。我们切什么磋啊？可以啊，他们高中而已，而且还是女生。高中而已，你知道高中女生那个杀球，你会整个脸歪掉的。他们会丢五颗杀球，那你们两队谁接到的颗数多，哎，直接获胜。分数起码超过150啊！回击要过网嘛，那一定有一定的过网。还要过网哦？对啊，就正常的在回击。你可以示范一下你的杀球怎么样吗？那很细了。关主在的。体验我有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在这边在这边。体验过了，我体验过了。那你感觉给我。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站。真的体验过，我以前不是长这样的，我相信我。你手举出来，手举。有了有了有了！哇哇哇！
真的，我有准备一点道具让我们体验一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沙球有多恐怖？我本身彰化人、啊。哎，我也彰化人。对，来到台中公布我们的地盘。对。我有一些粉丝跟议员团。哦，不可能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请我带他们来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粉丝在哪里？哎，我的粉丝已经就定位了。对。他随时可以代替我被杀球。真的，是在这里过来了。那所以你现在是叫杀球，然后打那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你旁边为什么有一个安全帽？上面有，等一下会用到。对，因为待会可能如果你想体验，你可以去，然后戴着安全帽。你在讲什么？怎么待会？他现在就想体验了。那你现在怎么？哎，你果然有。你自己发现，你自己发现的。你果然是安全帽戴起来。爱问吗？对，然后他等下会杀球过来。那他头不可以说，对不对？重点是头不可以说。这里这个位置，刚刚看好。这边我可以给你靠着，靠着怕你胸口会痛。东山主要攻击手吗？对。这样有办法打到吗？可以。你瞄准哪里？哦，好，掌声鼓励，一定要打到哦，请杀球。哪一队的？不行了，出人命了！一次三个。哎，好玩，你要不要来玩？说吧说吧，难得了，难得。男人。来来来，很好很好。来来来，来坐。来坐。来来坐。来准备准备。加油！爱人嘛，哎 ，OK OK， 被打到怎么感觉，庄哥？我想吐血。哎，所以他打真勇哎。强哦，既然他们杀球的力气这么厉害，嗯，我们再帮你想一个特别训练，体验训练，下盘训练。下盘，因为你下盘只要够稳的话，球来就不会怕。哎，你会有一个肌肉的反弹力，把球一个缓冲了，苦胜那样子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教学一下，训练一下。好。啊，请问一下要怎么训练下盘呢？靠着墙壁蹲下去，队员靠着墙壁蹲着，然后一个人要从上面踩过去，踩大腿。对，哎呦，哎，好了，来，你踩个一次给我们看一下。哇哇，这大腿很痛吧？哎，可是他们都还在笑哎，嬉皮笑脸啊！来，试试看。哇，你可以吗？踩看看，可以吗？要不要扶一下？扶一下，哎呦。刚刚你笑最大声，不可以这样子训练的时候不可以这样一直笑哦。嗯，好，哎，有哦一声的哦。哦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一开始我们可以来，可以来，我们可以来。我当时有球眼。没人，我一个队长是这样训练，走过去就可以吗？还是不是啊？办事情。好了好了。你说他们是被踩的，对，我们要被踩啊！不要开玩笑了，你要派谁来踩我们？谁上去走？我啊。找一个小只一点啊！怎么都没有小只的？这边有比较小的啦，这边啦。哎，可以这个吗？可以这个啦。你们不可以一开始就找这么高挑的啦，我们是承受不住了，已经找比较矮的。对，矮的先试试看啦。好，好不好？一人对就位。来，看看就位。这么像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你可不可以试一下？我们靠一点，我们靠一点呢。好来，快，够没聊啊！快来，预备 ，Go！ 啊！哦，不行，哦，难过，哦，快一点！你在干嘛？还要报仇？你要不快一点呐？你要多久啊？哇塞！你来报仇的，你是来报仇的啊？谁叫你上去？你看你一下都湿了，快掉不要！一下也太厉害了，就跟定位。哎，班主这样训练 OK 吗？可以吗，队长？那你现在就是说我们分队是不是？对，就直接两。回击五球，谁接得多谁赢哦。阿全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布，
不，你们先，好，我们先，好，浩翔队先攻，来。再低一点，对，一直慢球，他球下来太痛，他怎么都打你，这里换我，换我，你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，受不了啊！哎，换打他，打他，这个真的很难呢。在这边，这边等。很难呢，根本没有办法回起啊，回不起来。一球后排攻击，好不好？够难的，太难打了啦，这么简单，有些很球，最后那球接得漂亮，哇塞，你要伸手，他球已经在旁边落地了，有时候如果运气好打刚好过去的话，有时候一打出界有没有，对，哇塞，这不容易啊，换我们了，换你们来接接看，哎，中哥队，哇塞，第二颗球，好，出界，可惜，哎呦，进篮哦，哎，他有扎比较小力哦，小力哦，哎，来，第三颗球，哦，哎，都已经打在手上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两只手都废了，一只右手，一只左手。来，紧接着是第四颗球，没得分了。有了，哦，打得好。这个就是，大家都攻击你这一点。来，最后一发。哪里？哎呦，那么漂亮！你就在线旁边一点点。对呀，你刚刚打到的时候你用力一下了，对呀，硬塞。哎呀，好强啊！中山高中真的很强，厉害厉害。那这个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打。对，干大笑了。对，结果呢是浩翔队友一分。好。哎，我们那个他一分，我们帮他争取这么多次，你让我们也猜一下。对啊，八块钱让他猜了，让他猜了，对啊。好了，你要猜，想要猜就给你写了。哎，不要给他们提示，不要给他们提示。好，你们尽量看。印，这是印度。不要提示。叮咚叮咚，耗子发现提示了，就是这三段文字：印度、空中、瑜伽。最后一关的猜题到底结果会是如何呢？做体操了，你还要写我的冠军女儿啊？不可能啊，把人在空中甩啊！我觉得是印度甩饼。好了，那是印度甩饼啊。好，印度甩饼。然后那个摔跤吗？摔跤不是，坚持到棒红吹棒吹。来，好来，提示板来了，各位。来，现在由关主要来帮大家一一的。来，第一个挑战一飞机赛跑，对，它代表什么意义呢？空中，对，这个刚刚讲过了，讲过场地嘛，对不对？水饼要再来开飞机，它代表什么意义呢？手工还是空中嘛？因为第一个场地我们都是在空中。
再来韵律体操，它就是柔软度，还有我跟你们说拿的器具彩带，空中柔软度彩带还猜不出来，没关系，因为这项运动它起源于印度，排球也是印度，好，印度空中瑜伽，其实如果会懂印度文的，当然就这三个都写了。空中瑜伽。那我们这一个阶段，我们先谢谢我们东山高中的李排队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空中瑜伽。哦，我们两个都错，都错。那起码我有中一个。这个连八块都拿不到，没有骗你，对不对？这不可以，这个太难了。空中瑜伽，但我们有注意到印度，我们算是厉害。嗯，这个要惩罚一下制作人，来。对啊，连最后八块都这样，你去那个靠墙壁，让每一个人踩过去。可怜，你这个太过分，不行，你这个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来，一的走过去啊，来。这个三，来我帮你们，太过分了。太过分了！真的太过分，太过分！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下面一位，这样真的好吗？那怎么那么神奇？好，下面一位，差太多了啦！排球队的哈。下面一位，多看点。我不用，我来扶他来。下面一位，这么多，太多了。来。好了，可以，有惩罚到就好了，有惩罚到就好了。休息。好了，关注我们可以去体验了吧？对，我们可以进行我们的大挑战。空中瑜伽。哦，老师那个肌肉的线条，好轻轻松松就上去。哇，嫦娥奔月。哇塞，这个很痛，哇，才这样。哇，这个肚子不会很痛吗？这感觉肚子勒得好痛。哎呦呀，这脚都没办法帮他开啊。这样好吗？这样好吗？失手哎！哇塞！哇不！耶！老师这边请。老师怎么称呼？老师？我是罗罗。罗罗老师啊。罗罗老师，我20年前就认识他，然后现在面容都没有改变。真的？一样年轻啊！20年前了。20年前他大概几岁？20年前十八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套路人家？我刚刚也很好想问他到底几岁。我都整个老了，他还保持，我跟你讲，冻龄啊，冻龄，对不对？哎，漂亮。那你学多久了？玩多久了？我学习空中瑜伽差不多十几年了。十几年。2014年就开始一直做教学，到现在差不多培训出来也是差不多快1000个老师。1000个不是学生，是老师哦。所以你现在是老师，我有老师证照，你还看不到。刚才我们看老师做那几个动作，那很难的，我们不可能会的啊。今天我们要有挑战，因为你们6个人，所以我们有30多个要挑战。三个动作，所以分两个挑战一组动作。对，两个，然后每一组认领一个动作。认领一个动作，那最难的就给他们两个。给谁啦？你在讲什么？你们是谁？给谁啦？好好讲话。给女生。哎，我的证照要回收哦。对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让老师来出个题目，到底是哪三个动作？好，我们来学一下。对，要学一下。来，这边请。今天第一个动作叫做功夫熊猫。功夫熊猫是怎样啊？你先做。先踩，因为我们点一下就会。踩上去。踩上，单脚踩上去。这好了嘛？弯脚。单脚上去，弯脚踢，弯脚踢下来，我变飞踢，踢的那个飞踢，哇，这算是最初级，这最简单的吧？这个蛮简单，这简单，这个谁要认你？这个你可以，你先不要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稳，好，那我这个，我们趁机会把简单的，后面真的好，先领养，那小庄哥一个，还有谁？我们要选，你来，好 ，OK， 我认了，你认了好不好？我认了 ，OK。好，第二个是蜘蛛人，对，嘿，蜘蛛人，好，蜘蛛人，好，快点，啊，接着快点来，哎，人家有老公，你不要这样，蜘蛛
人，你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可以。好，那你可以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那你认识？你认识？好，我认，我认。认识，你可以。好，那浩子算认两个。他认两个。好，我也认两个。不是，为什么都是我？你吧，还是你要第三个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你挑战第三个。这个，最后一个了，来。无敌，无敌，无敌。蜘蛛人啊，蜘蛛人是起头，然后又要起来，这脚要劈腿啦，劈腿啦，他滚下来了，哦，可以滚几圈，老师，啊，老师你帮我们示范一下，无敌，火轮够，哎，为什么绳子不会开啊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？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，还要还要掉下来，哇，这个包山包海。这是全包嘞！啊 ，OK OK， 那这只能 Yuna 啦。Yuna 跟君君可以吗？他可以可以。好，分组练习哦。好，最终挑战哦。好，大家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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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们严格的评审帮我们把关，待会呢每一个都仔细的看，你说过才可以过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动作，功夫熊猫，哼，哼，功夫熊猫，开始，踩，伸直，伸直，好，不要晃，哎，不要晃，哎，不要晃哦，好，拍，拍出来，哎，亮。小钟哥要撑住，小钟哥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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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的英雄，快！最后，最后，最后一组，无敌风火轮。准备，转第一圈。第一圈。好。转前方。漂亮，轻轻拉起来，拉起来。侧边，侧边。三组都完成，就等一下，君还没，君，两只手，对，撑住。老师，那你觉得这样的挑战成不成功？耶！今天挑战成功，开心。耶！拜拜。我的心，我的心被我出卖。你的心再回不来，没了心，没了心，笑也无奈。哎哎哎哎哎，声音插上一双翅膀，这个音乐插上一双翅膀，这个音乐飞向今天。声音它一直在吹，轰隆隆隆隆就要飞。